25年前哦，有一场车祸嘛，把儿子带走了。我在整理他的东西的时候，发现他有写一张他的愿望纸条，第九条让父母尽此际。所以后来我就跟师兄商量，我们来完成儿子的愿。我们会尽慈济，其实是儿子用他的生命来度我们夫妻的。刚开始参加活动，刚好遇到921的援建希望工程，我跟师兄就每个礼拜都去投入，就会把丧子之痛暂时的忘记。这个慈济大团体里面，大家都会互相照顾这样，所以越走越投入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去做健检，才发现说我有肺腺癌。开刀当时我体悟到说人生很无常，要把握当下，努力付出。治疗完毕后回到家，那时候回来也是有亲物，我都要联络师姐。我现在如果没亲物，我都会跑到巧遇房去。这是那个人灌出来的雨伞布，把它恢复利用，把它吃购物袋，也可以延长它的物命。我如果身体健康的时候，我都会一直做下去。